面对着这产生风台风气时，这行政院长苏贞昌今仔去云林看这菜市采收加包装的作业，接着爱加准备减灾害。对着湘北地区的防洪小刷有疫情，啊，到我们要来升做三级的警戒嘞。苏贞昌是回应讲，也未到升级的条件。新鲜的菜市摆几道，工作人员无用轻重包装，强烈风台灿暑伫要来，带来一挂大风大雨，也予农业城市赶紧做准备。行政院长苏贞昌七十早起前往农业大县云林，视察合作社的采收一个包装作业。碰到台风灾害等，我们都要用最大的努力来减少农民受灾、农业受损。农委会对于怎么样加强防灾、减少损害，同时如果有任何损害，我们也会要求农委会给予大大的帮忙补助。风台都还未到，菜价已经有较起啊。以台北农产数据来看，初九蔬菜平均价是44.96，初十是47.9。苏贞昌是讲，这个时阵各方的调节拢真重要，希望会当做到农民有利润、少灾害，同时让民生消费往来当得到保障。但是最近湘北疫情反扩，校园陆续传出着确诊也甲停课的情形，也让外界烦恼是毋是会阁提升到三级警戒。长荣机师的案现在也已经稳定下来，而幼儿园的案我们也没有再扩大，并且这几天也都只有个案。我们也呼吁国人同胞不能掉以轻心，我们会随时注意各方面，目前没有升级的条件。苏贞昌是讲，目前无升级的条件，也感谢国人配合防疫，希望大家继续努力，莫无注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